社会的参与，香港打造一个温馨的事物。可是我看了全沙洲来看，我真的还没有看到啊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正统的社区中心，许多都是政治人物权益的服务中心而已，啊，都是管理投诉啊一些问题啊，或者是政治以政治为主题那种社区啊那个服务中心。所以当我第二次中选的时候，我说我接下来五年需要在政治上面 ，OK。去教育人民，去要求改朝换代以外，我还能够做什么？我们常常看到了许多先进的国家，啊，我们讲一个新加坡，讲一个台湾，这些地方都有比较正统的社区中心，而那些社区中心都是政府资助的，政府出钱，啊，出资资源来。服务人民嘛，在我们的沙拉越